李军竟有此等能力。文叔，若要运用园林武器击退王莽，希望你能允诺一事。子胥但说无妨。剿灭李军之后，还望文叔将园林武器尽数销毁，莫再让他们祸害百姓。天下若是太平，四方猛将亦会卸甲归田，就是神兵利器也该在战事平息以后融作斧锄镰刀为民所用。子胥无需担忧，我定会将其毁坏。听你此言，我便放心了。报，属下已乔装完毕，只待将军下令。好，下去候着吧。子胥若准备好潜入瑶山，与我说一声即可。
子胥，你可准备好了？实在挺挤的，还要走多久啊？应该不会遇伏吧？容本大王再次提醒，鲁班遗迹之事不得再发生，否则本大王……停下，来者何人？我这身衣服你也认不得？战事焦灼，谨慎为上，车内货品也要检查。我李军办事何时需要向尔等禀告了？等会儿，是李军的人，大人有令，李军部队无需过检。哎，大人，请。哼，还算识相。真是惊险，差点就露馅了。这些人也太马虎了，若在本大王治下，绝不会发生这种事。马虎才好，大王难道想被捉住？本大王是想告诫属下，叫他们别犯相同的错误。前方就是折冲营，无法再向前，诸位恐怕得绕道而行了。不远处有一窄道上山，或可尝试。明白，辛苦你们了。既然提起云中剑，不如再跟你们说说多毛国与水鱼国的征战。说起这水鱼国，河罗大王确实是条汉子，我们两国一来一往就打了上百年，谋略兵法他自有一套，再没遇过可以跟本大王战成平局的对手了。听来真是位骁勇善战的大王。哈，要认真算来，还是多毛国战胜的次数多。那么之后又是怎么化解纷争的呢？当然是本大王大发慈悲。征战不休总是会厌倦，同样都是云中界的著名，何苦相逼？于是本大王便和水鱼国缔结盟约，此后再不相争，云中界的和平因而到来，两国之间也就没了嫌隙。没想到吉鹏大王还挺有手腕的。多毛民和水鱼民如此不同，都能够和谐相处了。轩辕界的纷争倒是从未歇息过，轩辕民就该学学我们，别老是征伐杀戮，称兄斗狠，欺负弱小，平心静气的共生不是挺好？大王可真有墨家门人忧国忧民的风范。那是当然。